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烈火军校中的顾彦真，我叫徐凯。还想骗我再演一遍？徐凯其实戏里戏外的差别不大，因为徐凯他本身就跟顾彦真其实挺像。生日快乐！你了，烤干，烤干的，我快热死了。顾彦真他其实是一个给人外表就是很风流啊、很花心的一个公子哥，但是他是很单纯。他这些玩世不恭啊，这些嘻嘻哈哈的不务正事，只是他的一个保护色，他的一个伪装。你别松手，不然死人了。顾彦真和他本人是一模一样的性格，对，我说完这话，大家只要看剧就知道他什么性格了。衣服刚刚扔的，我也是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性格跟顾彦真是蛮像的，就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点啊，一些性格啊，都是挺契合的。准备开始。丢水牢啊，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情。因为那个水牢特别特别脏，你下去能看到青蛙啊什么的在你旁边游来游去。那天泡了有三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呢特别冷，因为在丢到水牢里面的时候是夏天，所以我就要在里面像泡大澡一样。慢点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真正最大的收获是，让我体验了一把军旅的感觉，让我体验了一次军人，身为一个军校的一个热血青年的感觉。让我看看你们是这么。